启动金色光，你在金色光中被赋予了神性的光波，让我们将这光的频率导入你的生命流之中。现在我祈请我的高我、我的大我、我的指导上师、诸佛菩萨、诸天神圣、光的天使们、目击摄得天使圣团光的上师们，我祈请你们降临，建立一个神圣的空间，在我的静坐过程中引导我、协助我、保护我。请协助我引导金色光进入我的体内，感觉金色之光从宇宙进入头顶，缓缓而下，并且进入地心，全身沐浴在金色光之中。当你们将这强力的金色光引入的同时，我也根植到地球上，我成为天堂与地球间的桥梁。我祈求这个光的能量带着更多的爱、平静、喜悦到地球，并且进入我生命的每一个部分。在金色之光中，我感到非常舒适，所有天使、上师们的爱拥抱着我，我感受到安全以及被保护着。亲爱的合一，我是大天使加百列，我要谢谢你们让我拥有这一切，及谢谢你们给我的所有祝福。在此刻金色之光流经世界时，大天使们正在此启动地球的觉醒力量，这纯净的神性之光包含了平静、爱、喜悦、创造、自由、丰盛的意识元素，这些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非常渴望的。跟金色光共振时，祈请着神圣力量之光跟人类整合在一起，它是美丽的金色光束，带着基督的灵在，让你的内在充满着神性之爱的黄金元素。这伟大的金色光包含着所有神性的特质，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。它可以将你最神性的自我带入物质身体。当你活在这光中，你在物质身体启动了这些神性特质，还有提升你的意识，你也成为天堂跟地球间的桥梁。当金色光的频率充满你的存在时，你的每个细胞启动了神性之爱，这些神性之光拥有更高能量振动及新的星光结构，让你的 DNA 做了改变。你正在转变成为一个可以启动这些频率的人，将这些频率带进混乱及疑惑世界，也同时在你的能量场里保持住光的频率。你以和平特使的身份跨足在地球，将和平的频率锚定于地球上。就是基于这个原因，许多人诞生在这一世，因为你们可以成为客观者，将你的礼物带入这个世界。当神性之光透过你在这个世界闪耀时，就像一座灯塔的效应。当你保有了这些金色频率在你的内在，就是
为这个心痛的世界带来和平与爱的能量以及力量。当你祈请这金色之光时，你让心中的功德圣杯接受了金色的频率，你邀请了基督之光进入，你的存在也将内在纯粹的爱锚定到地球上。当金色之光在你身体内启动，你的神经系统开始与这金色光的频率共振，同时你的物质身体也保有更多的光。你提高了直觉与感知力，你的灵魂接收到这份礼物，生活在光中，去将这份礼物好好的运用，在喜悦中完成你此生的灵魂目标。使用金色的神性之光，会吸引你想要的，将这神性之光与爱带入你的每个细胞，你将更具有转化力及吸引力。这金色光甚至是青春之泉，这充满活力的能量频率可以启动你内在的能量，在你拓展的实相中，你朝着平安以及喜悦前进。当你信任你的生命由爱的强大能量所引导时，这些特质会在你的丰盛中呈现出来，因为爱永远是给予，永远是开阔，一直都为你的需要准备好的。这个你无法立刻看见的信念，是一只开启许多扇门的钥匙。最强而有力的信念是，记得你是非常珍贵以及被爱的，你是被无尽的爱所支持、所引导的。将这信念与爱的能量带入你的腰部以下脉轮，金色之光于此再次被启动，这是神的赐予，让你能更加展开你的频率与意识，将过多的能量引导到地心，你才可以接收到更多的光，也让你的神经系统不会感到过度刺激，让你没有触电的感觉，它只是强烈的能量，不需恐惧。由于这金色光波很强烈，所以保持情绪稳定，注意你内在的感受。当你的心更加宁静时，你就有能力在这剧烈的状态中得以平衡，允许光去照亮你的心，感觉那完整及安全的光之力拥抱你的心，用基督之光，用天使的圣爱治愈你的心，用这力量将心填满，直到你的心开阔了。这光让你的内在更有力量，更有勇气，将这巨大的金色之光的能量引导到地心，让你的身体在剧烈变化中保持稳定。将光接地，帮助你感到神性之光的滋养与支持，那是一种深沉的活力连结，能够给你稳固平衡的感受。当你们在金色之光中被赋予了神性光波，这是一个很殊胜的时刻，你们每个人对回家开启了新的感受，一种迫切请求被启动了，家正在成长，用自己的感官在拓展，因为
心灵的丰盛，开放了更多的爱、喜悦以及欢庆。